所以说它的起源，儒释道，以及所有的家，所有的教，先宗而后教，先教而后派。现在你看这个教，道教，什么，龙门派，什么这个，天师派，茅山派，正一，就是等等啊，有大有小，就是越来越多，还有各自的家，甚至他自己自立一派，你看太极拳多少，什么辰事儿、阳事儿，什么事儿？那宗之前呢，它就是源于对自然的那些不可控的、人类未知的这些东西的一个祭拜、祷告。那有没有用呢？那自然是，如果这几千年下来一直没有用，那白它干什么？包括我们现在，每个人这个祖宗陵墓这些，一方面是对洋人在世人的一个家风教化你说给死人其实是说给活人听的，二一个呢是对内心的一个交代。你没有人对话的时候，或者说你很多时候你看到触景生情，你看到你会念叨一些东西，心里想一些东西，然后自然就沟通了，心灵感应。当你真正感应到的时候，那就是高层次的了，那你们之间就是互动了，这个作用就比较大了。我们说了作用之前也说过，通过烧香啊，包括一些咒啊，可以作为一个信号的传达等等，还有很多方式啊。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就信手拈来的可以做到。什么都没有也没关系，拿心想，念叨，嘴巴念叨。那在这之前，就是对自然天地，所谓神灵，还有一些拜自然界的，就是动物，甚至植物，一些特殊的，甚至外星人，你看到一个飞机、大炮，这些，这个有点跑题了。但是这些，他们认为这些能给他带来什么，或者实际给他带来什么，他们就把这个作为崇拜。你看现在这个，正规一点。虽然说我们所谓文明了，但是在这个庙道、庙观，这个教堂，正规一些的场所，还有的在家里面，是吧？祠堂，那这个像萨满的这些，还是都有，也有在户外的。这些比较野一点但是那个是自然的一个崇拜。王重阳先生说，曾经这历史上都是真正存在的都是修得很厉害。儒门道户世相通，三教本来一祖宗。你三仙归来问谁呀？你就问其本源，问自己内心，就是到底是什么用，怎么来的，怎么样才更好，无非就是这些问题。本无，就是道可道，非常道。老子开篇第一句，名可名，非常名。你这个无形，就是你不管是什么道教，什么具体什么具体的东西，那全都是名可名，非常名，无所谓宗派，